对，佩佩姐，这次演佘太君的感受怎么样？我是从 Jackie 手上抢到了佘太君。对 ，Jackie 太不容易了。希望 Jackie 满意，因为我帮你顶了很多，顶了风雪，那么冷的天，在那里监军。哎，天哪！你想啊，以后出去可以跟别人说，我这个角色是从 Jackie Chan 的手里抢过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有多少人敢说这样的话？对啊，哎，谢谢 Jackie。我们。